大家好，今天又到咱们翻盘的时间了啊，看看最近大家呢在节目里啊有什么有才的评论。网友 AYANEI 啊问了一个问题啊，说袁老师先请教您啊，这个德国和日本呢在战后是怎么去民族主义的？难道只有被狠狠揍一顿才有可能让全体民众从这种疯狂的社会氛围中走出来吗？啊，还请袁老师这个给予解答啊，谢谢。那德国和日本战后是怎么去民族主义的？这个德国很好理解嘛，它是已经是根据这个雅尔塔波茨坦的这个会议精神啊，被这个苏美英法四大国分区占领。甭管是雅尔塔还是这个后来的这个波茨坦啊，都已经是强烈的规定了这个去纳粹化、去军国主义化。是吧？而且呢，在这个不管是苏战区还是这个英法美的占领区，也就是后来的甭管是东德还是西德，都是反纳粹势力的这波人上台执政。那东德不用说了，原来的德共，那德共在纳粹的时候那是受到这个非常沉重的打击和迫害的，要不进了集中营，要不就流亡到了苏联啊。然后在这个苏联红军一回来，他们苏联的扶持下，他们上台执政，那肯定是坚决反纳粹的，是吧？那么这个西部也一样，那都是原来魏玛共和国时代那些个反纳粹的政治家，是吧？最有名的那就是这个阿登纳。是吧？阿登纳老爷子就是纳，他原来20年代他就是汉堡市市长嘛，他坚决的反对纳粹，是吧？所以纳粹一上台他就进了集中营了，是吧？他等于是这个纳粹待了多少，在台上多少年，他在集中营待了多少年。那你想想他这个人，那比谁不恨纳粹，是吧？所以他们这个上台执政之后，那就不可避免的清算了这个像这个纳粹主义啊、军国主义啊、狂热的民族主义啊这种势力啊，所以。不管怎么讲，东德西德啊，甭管他们意识形态上怎么对立啊，但是在反对纳粹主义、反对侵略扩张、反对军国主义这一点上是高度一致的啊。至于你说这个日本怎么去的这个民族主义，它也是因为美国占领了它，是吧？这个麦克阿瑟作为一个太上天皇，强迫日本放弃所有的这些原来的封建残余的东西。46年又颁布了这个新宪法，特别新宪法第九条就规定日本没有这个战争的权利，那国家放弃了战争的权利，那自然这个民族主义的这种狂热也就退潮，也就冷却，是吧？这是说他从操作层面他这么讲。那经历两次世界大战，这个德国和日本被打成了什么样，是吧？特别是日本是世界上唯一尝过第三次科技革命最新成果的国家，是吧？那战争给他们带来了什么，是吧？因为这种狂热的民族主义，国家几乎走上了毁灭的这个道路，所以他们自然民众对这个当中对这个民族主义就产生了极大的反感。谁家没有缺胳膊断腿少脑壳的人呢，是吧？所以你想这么一来的话，这个清除民族就是民族主义原来这种土壤，狂热的民族主义这种土壤，老百姓山呼万岁的这种土壤不存在了，自然这个民族主义这个东西啊，狂热民族主义这个东西也就被这个就是清除掉，就是民众从这个氛围当中就走出来了，是吧？好啊，这个虾仁猪心啊问了一个问题啊，说借视频呢向袁老师提个问。最近听耶拿战役有个疑问，看维基百科上说耶拿战役的时候，拿破仑当时带领的部队人数对普军构成优势，5万对3万8，而且呢目标是将驻守在村还是镇子内的普军赶到平原地带决战，没有提到散兵战术大放异彩的事儿。当时枪支杀伤距离有限，装填速度也慢，精确度也不高，所以当时散兵战术是真的有效吗？还是说因为当时胜利了，战后呢被过分抬高？要说这个耶拿战役的胜利和散兵战术有没有关系，那肯定是有，但是呢有多少确实不好说。但是要说散兵战术有没有用，那肯定是相当好使，至少在当时绝对是各种战术革新当中最跨时代的。直到一战啊，各国士兵还排成方阵前进呢。你看二战还有吗？现在还有吗？啊，那散兵战术不就已经领先欧洲100多年了吗？啊，散兵战术啊，在那个年代并没有受到这个特大的重视，是吧？很大原因呢，散兵用线膛枪，啊，但是呢要前装弹，所以它装填效率更低，后续的火力不足，杀伤力呢非常强。但是基本上属于那种打一枪就走，打一枪换一个地方，对吧？比方阵的这个排枪杀伤效率其实是高多了，是吧？
网友朋友一堆日文和一面不敢说的旗问了一个问题啊，说袁老师，我最近呢对两宋历史啊有兴趣。南宋初年有一个柔福公主的谜案，正史上说呢这个公主是假的，但是也有不少人呢认为这个公主是真的，请问袁老师怎么看？那正史说是假的就是假的呗，我还能怎么看，是吧？那我没在现场，对吧？我也没法去这个就怎么说呢，去调查啊，去调查，是吧？我也没法这个跟柔福公主对话，去访问啊，或者说去访问赵构的母亲韦太后，都没法访问啊。所以呢这个就正史上他记录是真是假，如果没有这个直接的证据能够否定正史，是吧？这个呢就是这个就是怎么说啊，就你只能相信他是真的。这就是说是这历史上的东西啊，说有容易，说没有非常难啊。为什么呢？你要说没有，我拿出一个有的例子，你这个就不成立了啊。说有呢，有的例子太多了，是吧？所以呢，这个东西他说柔福公主是假的啊，说是这个正史上说是假的，一个尼姑冒充的，是吧？都这么记载了啊，这个那就跟那个什么呀，就是南明初年。啊，有人冒充那个崇祯的太子啊，这种事儿太多了，在这个离乱之际，对吧？特别皇室被一网打尽的情况之下，那、啊、然后有宫中的什么太监啊、什么官员啊，流浪出来找一个那个面貌相似的人，那会儿还有没有什么人脸识别，没有什么基因鉴定，我觉得这种事儿可能性是很大的。那、啊、至于这个说这个柔福公主是真的，这帮人肯定就诚心就是恶心这个宋高宗赵构啊，因为可能觉得这赵构是不得人心呢，还是怎么着啊？非得恶心他啊！他妈当年在金营怎么淫乱，还生俩儿子啊？然后这柔福公主都看见了，所以呢，为了灭口，才说这柔福公主是这个假的，把他杀了啊！但是这种东西，你就是只是一家之言，当不得真啊，肯定得以正史记载为准啊。好。会员朋友汤姆里问了一个问题啊，说秦以后啊一直是郡县制，军队全部是国家控制，那么以农民起义的水平和装备怎么能打过国家的军队？你别忘了一点，国家军队也好，农民起义也好，本质是一伙人，都是农民，对吧？都是农民。你比如说咱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啊，就是说这个所有的农民起义啊，你比如到最后叫曾国藩平定这个太平天国，是吧？那太平天国的这军队也好，湘军淮军也好，本质都是农民，都是招募的农民去作战，是吧？那至于在以前的朝代，咱们强调过 N 多遍，没有全脱产的职业军人，都是农民，国家的军队也是农民构成的，是吧？然后这个农民起义的军队也是农民构成的。你怎么知道这农民起义的这个军队里边的这些人就没有参加过各种军事训练，没有服过兵役，对吧？那可能他很多人服过兵役，那你再加上这个起义的领导人没有一个是农民的，啊，一般都是那种什么这个小知识分子啊、小地主啊，甚至这种这个降职的官吏啊，对朝廷心怀不满的官吏，还有你看隋末大起义，一般都是当地的豪强啊，啊，什么都是这些人去领导的，啊，所以他的什么。包括这个什么装备水平、训练水平，包括这个兵员素质，其实都差不了多少。打开一个县城就能抢到兵器库，是吧？所以他这个水平其实差不了多少，因此他才能够这个声势浩大。而且一般搞农民起义声势浩大，或者农民起义能够成功的，都是这一个王朝走向末世啊，这个国家的职业军队早已经腐败不堪，最典型的就是这个明末，是吧？你看那个所有那些平定李自成的那些个军队，基本上都是畏敌如虎啊，这个御敌无方，扰民有术啊，兵匪一家，全都是这么一帮人啊。然后好多人甚至就投了李自成了，都是这样的一帮人，是吧？所以呢，这个双方势均力敌，甚至农民军啊，因为得民心更占上风，是完全有可能的。好，网友 TODLELE 问了一个问题，袁四求方盘啊，帝制2000年之后，末代皇族的后代现在都在哪儿？有哪些名人？末代皇族的后代都在网上啊，
是吧？都在这个抖音里啊，是吧？都在朋友圈里啊，是吧？都在朋友圈里啊，是吧？这还用着问吗？啊，这没有什么可问的，是吧？你至于你问我秦朝的后代是谁，那上哪儿调查去？是吧？李唐的后代都有谁？是吧？然后赵宋的后代都有谁？是吧？这没法说啊，这谁知道？你愿意自称是，那就是呗，查也没地儿查去，这玩意儿是吧？这家谱什么也都毁了，是吧？反正是成吉思汗的直系后裔，是吧？在这个三藩之乱的时候啊，这个察哈尔部叛乱。察哈尔部叛乱之后被镇压，察哈尔的郡王就被杀了，满门抄斩。可以讲成吉思汗的直系后裔都已经这个没有了，啊，没有了。现在号称博尔之金氏的后人，如果是真的话，应该是成吉思汗的弟弟哈萨尔的后代，就他封在东蒙古，就所谓东道诸王，他的后代是一直留下来的。比如说我们最熟悉的就是科尔沁部，科尔沁部就是典型的哈萨尔的后代，是吧？就他，你比如说孝庄文皇后姓博尔济吉特，这个博尔济吉特就是这个博尔之金氏啊，只不过在这个清朝呢，他另一种翻译，他们可能是黄金家族的后人。所以你要说黄金家族有没有后人，有。成吉思汗有没有直系后人，这就不好说了，是吧？什么人算他的直系啊？你应该说按道理讲，应该是忽必烈这一支算直系，再倒点就真金这一支往后算直系，是吧？那基本上应该是没有了啊，没有了。明朝的后代，这个大清一入关，这二十万朱明王室的子孙宗室基本上被屠戮殆尽啊！大家可能熟悉的就是什么八大山人，是吧？这都是远的不能再远的远支了啊！八大山人啊，所以就这人是吧？然后最后你看那个就到雍正皇帝的时候，找人去祭祀明十三陵，让明史后裔祭祀，找的那哥们儿是汉军整白旗，保定知府，是吧？汉军整白旗，他都已经入旗了，非说他是明代王的后代，封为延恩侯，祭祀这个十三陵，是吧？那玩意儿他是不是朱元璋的后代，谁知道，是吧？爱新觉罗的后人现在倒是很多。是吧？现在倒是很多，而且特别在这个书画界非常多呢。最有名的启功先生，是吧？启功先生，是吧？因为这个乾隆皇帝给自己的这个孩子啊，这个排辈儿往下排了八辈儿，永绵一载，璞玉横起，是吧？永绵一这肯定就没了。那崽子辈儿呢？你像这个溥仪的爹和叔叔啊，什么载沣啊，啊载洵呐、啊，载涛啊，这些人是活到49年以后，现在崽子辈的人基本上都没有了，普字辈的人也没了，就是溥仪他们这辈的，是吧？然后呢，这个玉字辈的人啊，玉字辈的人就是溥仪的侄子，溥仪的亲侄子金玉章老先生还在，是吧？是这个哪个区的政协主席啊？是那个北京市原来政协的副主席，他还在，是吧？然后底下就是这个横字辈的啊，横字辈的这启字辈的，启字辈的就比较多了，启功啊，启香啊，啊，这就比较多，是吧？哎，所以就这些后人，现在爱新觉罗氏的后人还有很多，是吧？还有很多。这个清朝灭亡的时候，爱新觉罗有八万多人，宗室有八万多人，是吧？现在呢？据说有40万人啊，有40万人，我估计可能一大半是中华田园野生爱新觉罗，是吧？那你就别当真了，就是吧。好啊，这个一年好景君须记，那最是寒蝉替泣时啊，这个名字我太熟了，是吧？因为他问了很多这个问题了啊，说想请教一个古代民法的问题。最近呢，看到旧约圣经民数记第27章提到，原本犹太人的习俗，父亲的财产只有儿子能继承，女儿只能拿嫁妆。如果只生女儿没儿子，财产会被其他父系亲属分掉。耶和华针对这个现象下了道旨意，说如果没有儿子的情况下，财产可以由女儿继承。如果是古代中国，一个只有女儿的人死了，没有留下明确的遗嘱，那么女儿能不能继承遗产，还是会被兄弟叔伯等其他亲属分去大半或者全部？有关中国古代的女性继承啊，这问题挺复杂的，历朝历代都有说法。像是汉朝呢，如果男性死了，绝了啊，这家男性死绝了，是吧？再使女，也就是说没嫁出去的女儿是可以继承财产的。丈夫死了呢，寡妇也可以继承，但是有很多限制，比如女性的优先等级呢很低，是吧？只是有这么一份继承权。其次呢，就是汉代呢要求财不出户，如果女方继承了财产之后要嫁出去的话，那么继承的土地财产是不能跟着走的，得交出来。
宋代呢也有具体的这种这个规定留下来，啊，嫁出去的可以继承娘家的财产，但是最多呢三分之一，而再使女的继承权呢只有男子的一半，啊，就是有点，但是呢不可能继承全部，他不像今天啊，今天呢就是全部都可以继承啊。网友风起云涌啊，问了一个问题啊，说这个袁老师您好，我想问的是呢，这个英国的光荣革命、美国的独立战争之后就没有发生过任何封建王朝的复辟，新生的民主政体呢得到了这个建立和巩固，那但法国呢经过大革命之后仍有多次的军事政变、王朝复辟，为什么法国的民主政治比英美要脆弱啊？法国民主政治的建立和英美相比，它的区别在哪儿？求翻盘啊！谢谢啊。首先咱说一点啊，英国光荣革命之后并不是没有王朝复辟啊，就是汉诺威王朝都是跟詹姆斯党啊在苏格兰曾经常年的作战啊，詹姆斯党就是这个詹姆斯二世的后人啊，他们想恢复这个斯图亚特王朝啊，他是有这个交锋的啊，有交锋，只不过这段历史呢一般人都不怎么知道啊，这个咱们以后可以在寻迹漫聊里专门讲一期啊，就是那詹姆斯党叛乱这件事儿啊，可以专门讲一期。另外呢就你说这个法国经过大革命之后仍然有多次的军事政变、王朝复辟，但是呢你要注意一点的是，法国的所有的这些政变和复辟只有第一次波旁王朝复辟，就是路易十八的那次复辟，可以讲是封建王朝复辟，因为那是在外力的作用下，拿破仑被打败了啊，然后呢，在这个反法联军刺刀的保护下，路易十八才得以复辟。但是实际上，到路易十八晚年，他的这个你再说波旁王朝这个封建王朝已经不对了，他也有国会了啊，什么也都有了，颁布了一些个法律啊，什么这些东西啊，他已经是资本主义化了。剩下的你甭管是这个拿破仑的三世的第二帝国，还是这中间的几个共和国，它本质上都是资产阶级政权的政权更迭，性质没有变啊，就国家性质并没有变啊。就咱们说啊，为什么给这个法国的这个革命，你看着他觉得他那么的波澜壮阔、跌宕起伏？这一个其实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他群众深度参与，他深入到了底层啊，深入到下层。就咱们看英国的这个所谓资产阶级革命，就清教徒革命，实际上它没有深入到下层，就是那些个土地贵族们，资本主义化的土地贵族们啊，和城市的资产阶级联合起来搞的，老百姓其实没受什么影响。美国也一样，开国的精英们，医生啊、律师啊、这些学者们啊，然后就推翻了英王的统治，他不是那种这个。他就美国革命就更是，他连社会制度都没有变，他本身就是资本主义制度，只不过是推翻了英王的统治。法国革命是一直深入到了下层，所以他一派比一派激进，啊，一开始是这个大资产阶级啊这帮人这个执政啊，然后杰伦特派，然后雅各宾派。到雅各宾派搞的就有点跟无产阶级专政那感觉差不多了，非常的就极左，过火了怎么办呢？还得回来。啊，还得回来，对吧？就跟我说的是，说你坐火车啊，你坐火车，你从北京，你想去石家庄，那你就开到石家庄就完了。结果您凑一家伙一脚油门到武汉了，到武汉了，你还得回石家庄啊，是吧？要不然你永远到不了石家庄，你还得回来。所以你再看后边，是吧？到拿破仑，他实际上就又回到一开始他的初心，就只要资产阶级上台，推翻了封建王朝就完了，是吧？然后呢，你到了这个就是波旁王朝一复辟，就又退回到以前去了，又回北京了，是吧？连那个石家庄都没到，又回北京了，所以又得七月王朝又得上啊，然后第二共和国、第三共和国中间的帝国，他都回到最早的那个原点，那个中心点啊，就是我要到的目的啊，我要到的目的啊，就是说我就要到石家庄。你如果王朝复辟，就是从等于又在北京没动啊。你如果搞雅各宾，那就跑武汉去了。我就得在石家庄，所以他就是一次一次的折腾，最后还得回到这个原点上。国家性质其实并没有发生变化啊，是这个意思啊。好啊，这个网友KEVIN 秦啊问了一个问题啊，说发现袁老师很喜欢手表啊，或你眼睛够尖的啊，又换了一只戴。那袁老师能否讲讲手表的起源，什么时候传入中国，中国近代有没有知名手表厂啊，求翻盘啊。
手表的起源是在19世纪末，最早呢是海军用手表啊，因为这个海军呢，它在海上，一个是风浪大，一个是这个，就是说它这个穿的那个衣服啊非常保暖啊，你看海军的那大衣都是双排扣的，对吧？然后能一系元宝扣脸上系到这儿，所以你掏怀表非常不方便，特别是呢海军往往要戴手套。是吧？他要戴手套在这个船上，是吧？这个戴很厚的手套，有的时候甚至要戴那种防火的那种手套，是吧？所以你如果要看怀表的话呢，你得把这个手套摘下来，再把大衣扣解开，再掏出怀表看，这个很不方便，那很不方便。所以呢，才发明了手表。19世纪末了，得到第二次工业革命的时候，是吧？这个188几年、189几年才出现了这个手表啊。最早应该是不是德国就是英国，反正肯定是这个海军强国发明了手表啊。那它进入中国，那就得20世纪的事儿了，是吧？你看民国的时候，大部分人还都是在用怀表的啊，用那个手表都很少，是吧？近代中国有没有知名的手表厂？这我真不太清楚啊，这得找这个专门这个就是研究表的人去，这就跟你问我这个什么这个阿基米德定律、什么勾股定理是一样啊，它是历史上的事儿，但是太专业了，已经超出了这个就是我们一般说的历史学科的这个知识范围啊。但是你甭说近代中国有没有手表厂，是吧？这个你现代中国有什么知名的手表厂吗？是吧？就咱们现在能买表能买到什么著名的国产表吗？上海牌很少了吧？现在商店还能，现在你看商店的表不都是从日本的和欧洲的吗？是吧？低档一点的什么卡西欧，是吧？然后什么精工，是吧？斯沃琪，是吧？然后这个高的那就不百达翡丽，那就不封顶了，是吧？所以你现在你说你很难买到什么国产的手表，现在是吧？所以我觉得好像全世界好像产表的基本上就是日本、瑞士、德国这么几个国家产表吧，别的国家没听说有什么自己的这个手表品牌，是吧？所以这个我觉得中国可能没有啊。好啊，这个网友朋友9527四个零9527，哇，你怎么叫这个名字，是吧？那你就叫个9527不就完了吗？是吧？你这是存款密码呢，是吧？你用这个12位数的这个卡号保护你4位数的存款，你看太不值当的了啊。说了袁老师您好啊，根据对西欧的这个风土的有限了解和当地一些朋友的交流，我发现一个现象，法德这些陆权国家啊，在过去和现在，一旦时势不利，就会走上大政府小社会的趋向。而像西班牙、英国这些曾经的海权国家，虽然经历曲折，但是今天呢，仍然是小政府大社会。请问这是海权国家还是陆权国家有必然的因果关系吗？求答疑，谢谢。是有一定的因果关系啊，主要呢是这个社会基层的生产模式的这种区别。你像法国、德国在工业化完成以前都是农业体系，社会的中上层呢都是农场主为主，也就是比较传统的地主，各自呢赚的这个一亩三分地，就意味着呢他们在权力结构上更接近于中国、俄国这种陆权帝国的体制。英国、西班牙呢在工业化之前就是靠什么商业呀、探险呀作为这个主要产业，意味着呢都是商人作为中上层，商业相比农业呢就更加重视这个什么合作分工啊，不会这个强行划分势力搞割据，所以最后呢就一个个都是小政府大社会，就是商人的自治程度比这个农民要高得多，就这么个意思，是吧？网友陈廷耀问了一个问题，是吧？说这个想请问一下袁老师，为何西方的贵族，尤其是高阶或历史悠久的贵族，大多很讲究所谓的贵族义务，却很少听说东亚贵族阶层有同样的表现，请问这是为何呢？我不这么认同。东亚的贵族也有贵族义务，他怎么没有啊？啊，你甭管是这个著名的这些个皇室是吧，包括这个著名的这些个比如公爵、侯爵、伯爵啊，你包括这个清朝的爱新觉罗们，清朝这些爵爷们，谁对皇室没有义务啊？是吧？那忠君爱国，打仗得第一个上，这怎么可能他没有义务？你看那个清朝那个一直甭说别的，你知道鸦片战争，是吧？那带兵打仗的都是谁啊？敬义将军义山、杨威将军义经，这不都是皇侄吗？是吧？他怎么能没有义务？带队出征的都是皇侄，是吧？就我记得最逗的是这个
有一个电视剧叫《最后的王爷》啊，我不知道你们看过没有？那电视剧就拍的挺不错的。我很少说中国的这个古装剧拍的好，那个剧就拍的挺不错，就是冯远征演的，是吧？他就演一个那个破落的这个清朝的王爷啊，也不叫破落，就是演一个清朝的王爷。他呢就是在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留学回来的啊，这个人他身上有多个这个清末贵族的原型，典型就是梁璧啊，典型就是被革命党刺杀的那个军资使梁璧，相当于清军的总参谋长啊，典型就是他啊，就是他呢留学回来之后呢，他在日军当中啊，他没有毕业，如果毕业了的话，也就是少尉排长啊。但是他爸爸呢着急让他回来，因为他爸爸快挂了，让他回来之后呢，这个娶媳妇传宗接代。结果呢，他一回来啊，没多久辛亥革命爆发，然后他带兵出征啊，去远征武昌，是吧？远征武昌，然后他妈其实他媳妇演的啊，是冯远征他媳妇演的，是吧？就跟他讲说，儿啊，就你这花花公子，你哪能带兵打仗啊？你去的就是送死。结果这个王爷一拍胸脯。这保的是咱爱新觉罗的江山，咱爱新觉罗不上谁上，就这么个意思，是吧？他绝对是有义务的，更甭说日本的这些个军事贵族们啊，对这个自己的主君都是有义务的啊，所以我不太认同你这个观点，说这个东亚的贵族没有义务，是吧？只享受权利，然后这个观点我不认同，只要是贵族他肯定对这个自己的主君，他都有义务，甭管你是秦制还是周制的国家，贵族都得有义务啊。好了，那最近大家的评论，咱们今天就回答到这儿，感谢大家收看，也欢迎加入我的会员频道，谢谢大家。